成立于1987年的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，在1990年也将台东外海的绿岛也规划进入风景区范围内。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北以花莲溪口，最南为台东小野柳，东为海域20公尺等深线，以西为省道台11线，向西第一道山林线为界。主要的景点由花莲沿东海岸南下到台东，沿途有番薯寮、石梯坪、秀姑峦溪泛舟、八仙洞、石鱼伞、乌石鼻、三仙台、东河桥、水往上流、山原海水浴场、小野柳等许多景点。另外，位在台东东方33公里处的绿岛，也是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的一颗灿烂明珠。东部海岸的自然景观受到板块碰撞和海水侵蚀两种力量影响，板块作用的交界处大约为花莲外海往南到卑南溪口，碰撞作用造成抬升作用，不断隆升原来位在海平面左右的海石洞和海石平台。这一类因为波浪侵蚀而形成的景观是台湾东部海岸的主要景观。也因为抬升作用，在东海岸上八仙洞留下了数个不同海拔高度的海石洞，发掘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层和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层，与花东纵谷一山之隔的花东海岸可以说是全台湾最美丽的海岸公路。这一条台11线花东海岸线，北起花莲溪口，南到台东小野柳，全长有180公里的花东海岸公路，时而伴海而行，时而迂回山谷，山清水蓝，是台湾硕果仅存的零污染国家级风景区。所以也就有了台湾最后一块净土之称。民国76年9月正式核定成立东海岸风景特定区之后，成为人人向往的风景据点。今天我们就选择在花莲出发，进入迷人的花东海岸，沿途可以经过岩寮、水莲、基旗、石梯坪，到达长虹桥之后再进入台东县的八仙洞、石鱼伞、三千台等，最后以小野柳作为终点站，相当适合作为一日旅游行程安排哦。花东海岸绵延的路线可由最顶端的花莲港算起，车行经过南滨公园之后转入花莲大桥，花莲大桥跨越在木瓜溪流，是前往花东海岸必经之路。溪流上堆积很多从山上冲刷下来的泥沙，成为采沙叶兴盛的地方。车子出了长长的花莲大桥之后，视野豁然开朗。在山与海之间的花东海岸公路就此正式展开了。
花东海岸公路路面平直整洁，沿途风光优美，非常适合健行。骑自行车漫游，甚至开车兜风，都是不错的旅游方式。台湾的东部海岸与西部风光迥然不同。东部因为海岸线呈断层地形，石基滩与岩石海岸是它的特色。又因为上岸深入海岸之后立即急速降落，因此海水特别的深，不适合作为海水浴场或其他的水上运动。特别提醒前来旅游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轻易下水，以免发生危险。不过这种海岸地形却是鱼类经常聚集的地方，是喜欢海钓的朋友们最佳的天然钓场。岩寮是我们到达的第一个风景点，花东海岸有丰富的地形，沿途各个据点都有不同的奇特景观。数百万年前，台湾发生一场蓬莱造山运动，来自海洋的菲律宾板块与欧亚的大陆板块相互撞击，引发了地壳变化，造成东部海岸山脉隆起，隔离了太平洋与花东纵谷两地，长度由花莲绵延到台东，而与中央山脉遥遥相对。海岸山脉海拔高达1600多公尺，坡度陡峭，雄伟壮观，每年还以3公分的高度急速上升，成为世界上上升最快的地方。山路迂回而曲折，沿路暂时看不到海洋。水莲村就坐落在这宁静的山中。水莲的海岸线到处陡岩峭壁，在公路尚未开凿之前，必须攀爬峭壁才能通行。而这里就是极为有名的陡崖跳浪。现在到水莲观看海浪景观，随着公路的开发变得轻松多了。水莲村是阿美族部落，每年8、9月间，花东海岸沿途各部落都会举办丰年祭，把平静的水莲村点缀得热闹滚滚。当车子来到寿丰乡南境18号桥附近的番薯寮，这里的溪谷深涧充满原始风味。由18号桥上往下看，一道深涧长约70公尺，两岸相距大约40公尺。溪畔岩壁陡峭，山涧则林木丛生。相传古时候阿美族人相当崇拜勇士，对于凡是可以撑杆越过溪涧的人就尊奉为酋长，许多年轻的阿美族勇士趋之若鹜，纷纷前来尝试，却不幸葬身在溪涧之中。日久衍生为茂密的竹林，这就是以勇成林的故事。我们听了这个典故，对勇气十足的阿美族青年除了感佩之外，却更多了一份惋惜之情。而坐落在水莲南方海滩的牛山，阿美族叫胡定，意思就是大片草地的牧场。牛山拥有特殊地形，最奇特的是南岸的乳洞小街，曾是水牛的牧草区，
春天满山坡的台湾百合盛开，可谓野百合的原生圣地。牛山的植物群相当丰富，几乎是东部海岸植物像的缩影，已被划定为自然生态保护区。从水莲到牛山，最吸引人的是绵延数公里的海滩。春夏的海滩柔细温润，赤足漫步在沙滩上，加上海风徐徐吹拂，仿佛置身在海角一乐园，闲适自在，悠游自得呢。秋冬的海滩则布满五颜六色的鹅卵石，随浪翻滚，美不胜收。八旗眺望台位在台11线32公里处，是海岸公路上难得的制高点。登上眺望台往南俯视，可以看见基旗海湾和龟猴海峡及新社海崖，是层次接连的奇特海岸地景。眺望台有几架投币式的望远镜，供游客更清楚地眺望基旗海湾南侧的小山头以及山顶上的火山口。丰滨是花东海岸公路的中间站，也是阿美族的发祥地。根据本地人的说法，他们的祖先从绿岛渡海来到台东，在北上建设定居。多年前因天灾不断，造成收获不佳，大部分的居民就沿着一条山路翻越花东海岸山脉而到达光复。如今光复乡已经成为阿美族聚集最多的地方了。在公路右侧，我们看到了一块标立着人定胜天的石碑，这块碑是为了纪念开垦海岸公路的无名英雄所设立的。他们的坚毅开路精神留给后世人学习，也能感念他们赋予我们今天便利的交通。石门海滨以奇石闻名，附近的风景雅致，值得您放慢脚步观赏。石梯坪是花东海岸精华地带的第一站，因为岩盘突出，深入海面长短不一，好像阶梯一样，所以也就有了石梯坪之称。石梯坪位在花莲县丰滨乡石梯湾的南侧尾端，整个区域是一个面积极大的海岸阶地，海蚀地形十分发达。海蚀平台、隆起珊瑚礁、海蚀沟、海蚀崖等触目皆是，尤其是湖穴景观，更是堪称台湾第一的湖穴景观。石梯坪海岸蕴藏着丰富的珊瑚礁群和热带鱼群，潮间带上与湖穴地形的潮池生长着各式各样的海藻、鱼虾、贝类等海洋生物，使得石梯坪成为观察潮间带生态和潜水基调的绝佳场所。过了石梯坪，随着海岸公路的曲折迂回，不久就来到了大港口。长虹桥横跨在秀姑峦溪两岸，站在桥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秀姑峦溪。在大港口出海口有一座西普兰岛，秀姑树峪就是在秀姑峦溪出海口。
洁白的石灰石是秀姑峦溪上重要地标。当然，秀姑峦溪上的长虹桥是泛舟的终点站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泛舟公司提供游客来此泛舟。北回归线位在北纬23.5度，是太阳直射地球的北界，也是亚热带与热带的分界。晋浦的北回归线坐标就在台11线公路69公里处。过北回归线纪念碑之后，就是进入了台东线了。在海岸平缓地带，公路又直又平，行驶期间顺畅快意，沿途海洋与山脉一左一右的随势在侧。台湾东部是属于上升海岸地形，在稻田里经常看见一颗颗巨大的岩石耸立在公路两旁，这些岩石在远古时代都在海洋里面哦。长滨文化遗址八仙洞是东海岸绝对不能错过的地点。八仙洞原本是间歇性上升的岩壁，受海浪冲击而形成的奇妙洞穴，标高有150公尺，共有大小14个洞穴，其中有8个已经开辟为道场。每年全省各地进香旅游团不远千里而来，无非想要沐浴在威严庄重的佛教圣地中。洞穴是由海石及地壳隆起所形成。灵岩寺借着洞穴外观形貌所辟建，洞内宗教气氛浓郁，泉水从山缝中自然涌出，据说因此圣泉临水，能带给人们健康好运。八仙洞面对浩瀚的太平洋，视野极佳。山坡上一尊尊菩萨立像，更增添宗教神圣不可侵犯的意味。来到这里已经在北回归线以南，椰子树不时出现点缀公路景致，颇富有南国的风味。长条式的礁石矗立在海面上，经过长期的风化及海水侵蚀，石头成了千奇百怪的模样。石雨伞便是一块耸立在礁石上，直径15公尺，高约18公尺，形状酷似雨伞的巨石。眺望远处有一座海上孤岛，那就是东海最负盛名的景点三仙台。三仙台是一座离岸的珊瑚礁岛，岛上因为有3座小山峰而得名，而且传说八仙中的吕洞宾、何仙姑、李铁拐渡海时曾经在岛上留下足印，使得三仙台的名称由来更富神话的美感。成功镇以特产柴鱼闻名，柴鱼由煎鱼或尾鱼制成，是凉拌豆腐及味噌汤的最佳调料。成功是台东县的第一大镇，也是东部重要渔港。在镇上还有一处小丑鱼主题馆，在这里可以观赏世界各地的小丑鱼。
只要用心，您对可爱的小丑鱼会有更深的认识与了解的哦。